Need help, sir? Oh, officer, hi. You need help? No, I'm fine, thank you. What do you got there? Pecans. I'm delivering pecans to my niece. And pecans? Here. Yeah, pecans. She makes the worst pecan pie you've ever tasted. I feel sorry for her husband, but... And I feel sorry for the pecans, too. 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安。今天的电影快评要与大家谈谈最新的好莱坞电影《克林特·伊斯德伍德》的《赌命运转手》。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厄尔施东是个水仙花农，他原地出产的水仙花屡屡拿奖。年事已高的他，依然为这个事业及爱好费尽心思，而忽略了家人。水仙花的生意因受互联网的冲击而走下坡，厄尔晚年濒临破产，房屋及园地被法院抵押拍卖，兼自己也备受家人唾弃，在毫无出路之下，顶儿总显得为一个墨西哥贩毒集团运毒，发现这真的是一个美差，轻轻松松就可以巨款入袋。手头稍微宽裕的厄尔用金钱赎回了园地，也补贴了家人及身边的朋友，但就在他最后一次的运毒，因幕后贩毒集团的人事变迁，牵出了一些小渣，终于让警方逮捕归案。赌命运转手是由88岁高龄的东木老爷爷自导自演的电影，这也是他第39部执导的电影。一位已经88岁的电影人，依旧在好莱坞前线奋战，不得不叫人肃然起敬。电影改编自真人真事，取材自一位名叫刘少的二战老兵。这位老伯伯为墨西哥贩毒集团西纳罗亚运送毒品长达10年之久，终于在2011年用一辆破卡车运送价值300万美元的毒品，穿越密歇根州的时候被捕。当时他已经90岁高龄，被当地媒体称为有史以来年纪最大的运毒者。后来他的律师坚称刘少是因为老年痴呆症而被人利用，而最后只被判入狱3年。电影《赌命运转手》拍得不缓不急，在与他曾经合作的编剧尼克·申克操刀的剧本下，一切对东木老爷爷来说可谓驾轻就熟。结尾在主角最后一次运毒，巧妙地安排了爵士的前妻病危，而主角在工作及家庭两者之间选择了后者，政治正确地带出了金钱并不是一切，家庭比一切都来得重要的主题。虽然故事在前半部充斥着满满的黑色幽默，皆有些许种族不友善的玩笑，典型的东木老爷爷的作风。看着年事已高的东木老爷爷依然没有停下脚步的，几乎以1年1部电影的速度继续制作口碑较好的电影，不得不叫人佩服。电影像是一个睿智的老人家献给年轻人的一些人生智慧，也像是一个经验丰富的资深电影人给年轻电影人的一些劝告。为艺术或为自己的挚爱可以尽力奋斗，但不用赔上自己的性命。如10分满，我给8分。没有人能一直奔跑，但如果可以，请继续前行。一些眼前的人事物，且有且珍惜。好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请不要忘了点赞及订阅我的频道。下回再见。This is the last one. So help me God.This is the last one. For what it's worth, I'm sorry for everything.